你看，水是从这边西边，玉林大众庙的西边，因为古代的道风内海啊，道风内海，然后进入那个什么台湾海峡了，船会从这边来，要顺着这个港的河道这样，顺着港的河道那，你看，这所谓的兴隆桥啊，桥南老街，桥南老街，你看。江南老街，然后你看慈德禅寺贝蒂殿，哦，这边算号称月经港，一乡一湾的月亮，月经港啊，哦，登姐的作品主要都在这边呢，然后，哦，刚刚也有跑到那边去了，靠近南，要往西宁那个南荣科技大学那边呢，南边呢，这边也有河道，你看。这个他要在南边找，再找，哎，还在哪里找？嗯，算算行。